炸弹。不要。啊。六。高。二。过。炸弹。pass。不要。对二。欢迎来到英雄联盟。炸弹。炸弹。pass。敌军还有30秒到达战场。碾碎他。野王哥哥宠我。喂。这把野王哥哥宠不宠你我不知道，但是我一定会宠你。对 K。不要。过。二。过过过。刀在手，只欠力量。小王。不要。炸弹。全军出击。六。妹子肯定要舔一下嘛。万一是个妹妹呢？不要。以后有缘再相见，对吧？就像写小说一样，那个怎么说呢？无意中舔的妹子，忽然日后我们相识，哎，发现哎，忽然哎，原来你就是当初那个人啊，对吧？就是，哎，对吧？人嘛，要抱有一定的幻想，也有一定的神秘感。太对了。S。这野王哥哥果然名不虚传。这个 ID 取得我真的。可以，我服。可是我今天的感觉老他妈，今天我真的我很烦，我今天真的被抓了一天，真的哪把我不被抓真的就是有问题。不是你们带着我的 ID 去打游戏，他妈的不会被抓心不痛吗？啊，良心一个个的喜欢体验我的那种就是被抓的感觉是吧？我懂。哎，快去把坟头草抢，我要抢最高的。那边没啥。
能不能换一种？去你的，去你大粉丝团的那个主播那里学吧，好吧。哎，他不出来，我好寂寞。你能不能别等打野啊？正面干我呀！小妹妹杀！我怎么又一小兵的？他妈的！你才没给我打过，我感觉这猴这个英雄跟我有点不太对。为什么不是 AD 哥哥呢？非要是野王呢？不知道玩打野的大部分都挺渣的，我不服啊。一般打野要算这算那，其实 AD 比较好。我发现现在的辅助都喜欢跟打野双排了。那 AD 呢 ？AD 呢？
我头也挺铁的，看了一下中路，我觉得他们两个头好像跟我有点不相上下。有点猛，拿枪有赏金了。妈，打我啊！我又过来了。我那个家里有点事，死道友不死平生。大哥是猴七妹 remix。干嘛啊，你们随便几个玩玩不玩啊？上这波杀了对面可能要点。其实有些时候呢，我要遏制自己的一个杀意，知道。联盟啊，不是打打杀杀呀，他是人情世故。不是不是，你到底要干什么？哎，怎么来了个猴啊？我是个猴，你们，我想 A B 装个 B， 装完我就走的，结果。他不让我装，想装个十三都不让。下次我还敢。我觉得这个猴对我有意见，他老打我，他打不过这个剑姬。现在我要看看是你的如意金箍棒。
牛还是我的蜗牛？杀猪的。喜欢前期两级抓下啊、哦，我都会回来的，胖子。谁的伤害好高啊！这个人他还记着呢，哦，帅，还好不玩 AD 了。把这猴给他杀了。拉搞来吧，三星，我差点钱无性，妈的有点穷。他十五块钱，能不能找你们借个十五块钱，我买网泡面，然后转手就买龙井。安总，请您看着点路啊。哦，兄弟还是猛，一刀杀，刀斧九剑，刀剑天龙，老婆快生了，有点事。那个我那个先回那个家里的问题很严重，我要回去看看。哎，这他妈是要一波啊。
哎，这个猴能不能，这他妈这个英雄能不能重置一下呀？啊，传送洞都快被他搅烂了，好烦。哎呀，钱！这猴妈的，每次有闪现就冲我脸上，很烦。他毕竟能打我一半血，不管他怎么出装，我都至少被他打一半血。蓝鸟什么伤害啊？一个 QV 怎么直接就把他秒了呀？啊，对面怎么这么坚挺啊？上路一波他们，王爷上来好恐怖啊！我看永恩那么多血呢，而且还有个盾光的被动，直接就被秒了。刚才站着不动，应该在商量的战术，应该在那个商量战术板。他是哪像什么东西啊？离谱啊！上来 EA， 他是 EAW 一个 Q， 这蓝线玩的有点猛啊，我觉得玩的有点好，玩的不错，待会把他秒了。啊，他也买了个升格侠，我还以为他买无尽呢。伤害确实有点高。
上演。你他妈不死，不是有你？你们两个要不要上来试试？没把我逼了个孙哥去。就做掉了，没事，但这个游戏你妈的门牙打没了，妈的这游戏的性质他妈就变了。那这个猴这个英雄伤害真的不怪离谱，看蓝枪这个伤害莫名其妙。对面真精挺啊，我们上下齐东，边分三路，中路一个，上路一个，下路三个。装啊，软装，你不错呀，怎么他妈这么多穿戈甲呀，打不完了是吧？打你很痛的，雨姐，你肯定打不过这个小兵。雨姐被小兵夹住了，雨姐，反正他积极的提醒打不过小兵，怎么说？雨姐没了。